刘涛出道以来，颜值与实力一直都在线，他所参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是经典之作，尤其在结婚之后替夫还债的举动更是让人增添无数好感，便有了国民好媳妇之称。随着《欢乐颂》和《芈月传》的播出，刘涛手中的资源就没有断过，经常会出席各种活动以及品牌发布会，各种时尚穿搭十分出彩。对于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来说，好身材的保持属实不易。前不久刘涛出席某活动时的穿搭非常的与众不同，尽显好身材。当天刘涛状态也非常的好，黑色上衣十分显身材与气质，而且领口设计非常与众不同，大领口的设计将锁骨完全的呈现出来，显得刘涛更加迷人。裙子是人鱼造型，墨绿色的料子本身就反光，尤其加上金属质感的亮片，整个人就像美人鱼一样，从远处看裙子上就像鳞片一样泛着光芒，裙摆设计显得更加栩栩如生。不过也有网友评论道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总觉得怪怪的，看这条裙子觉得更像是穿反了，显得腹部很臃肿。总体来说，刘涛这身装扮看起来很惊艳，尤其是女神的气质非常出众，整身穿在她的身上毫不违和。如果换作别